哇，来有没有看到满满的蜜？有没有看到？我跟大家讲，这一圈呢都是它的蜜哦。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黑糖蜜凤梨。今天的这一组呢，原装箱六颗装。来，原装箱六颗装有多大颗？来，我们随便拿一颗给大家看一下。来，一颗大概是这样子，有没有大颗的？有没有？我看到这么大颗的凤梨，今天一颗多少钱？只要59元哦，一颗只要59元。但是我跟大家讲，59元不打紧。今天这一组甜度20度，我要很大声的跟你们讲，甜度高达20哦。我跟大家讲，凤梨甜度呢不像樱桃，它甜度到达14度以上就很甜了。今天这一组呢，哇，甜不不的，好不好？今天甜度高达20度，好不好？而且我跟大家讲，今天除了单颗优惠以外，今天原装箱来帮我到这边，原装箱这样子一整箱，好不好？一整箱收到就这样子，一整箱。我跟大家讲，350，一箱350哦，六颗装哦，而且甜度高达20度以上。我跟大家讲，绝对是 CP 值破表了，好不好？而且今天这一组呢，它是来自于关庙，关庙凤梨，好不好？超级好吃。而且呢，我跟你讲，关庙有别于其他地方，它的香气特别浓郁，而且还加了一股淡淡的黑糖香啊。今天呢，这一组呢，凤梨呢超级大只的，直接上线给大家。我们现在帮大家现切看看，今天的这一组呢，轰来，来，我们帮大家现切了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来有没有看到满满的蜜？有没有看到？我跟大家讲，这一圈呢都是它的蜜哦。来，我们再切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我跟大家讲，一切开那个凤梨香，整个爆出来，超级香甜的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完全都是蜜啊，而且水分非常多，水分非常多，哇，一看就都会流口水。来，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非常漂亮。来，我们现在直接来帮大家试试哦，哇，超级夸张，有没有？水分非常多，哇，超夸张。好，今天直接上线给大家，拜拜。